薯片星球我吃，草莓星球我吃。哎，我们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因为你们都吃错星球了，我们只能吃同类型的食物星球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是蔬菜星球，所以我要吃蔬菜。那我是零食星球，我吃薯片没错啊。为什么我也变小了？因为宁宁你头上的数字是7，薯片上的5+3=8，算是必须正确才可以。好吧，既然大家都知道规则了，那我们就继续比赛吧，看谁的星球最大。哇，这里好多星球啊。乐乐，一定要算好了再吃啊。放心吧，西红柿星球是4+3，哎呀，等于7，我不能吃。榴莲星球4+5=9，我可以吃。我再去别的地方找找。好羡慕梅梅啊，我也要赶紧找到我能吃的球球。青菜星球是20-14，青椒星球是15-7。啊，怎么是20以内的加减法？我肯定会算错的。哈哈，乐乐，我知道你应该吃青椒星球。哼，我看牛牛肯定是来骗我的，我才不信呢，我要吃青菜星球。啊，我怎么变小了？哈哈，我都说了，我没有骗你。我变得这么小，肯定赢不了了，我不想玩了。啊，乐乐，你怎么变小了？都是我自己，没好好计算就听别人的。乐乐，没关系，学习中犯错也是很正常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不会放弃的。15-7=8，青椒星球我吃。这里已经没有可以吃的星球了，我们换个地方吧。好。哇，宁宁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大了？嘿嘿，因为我刚刚吃到了一个黄金星球。哇，棒棒糖星球好大，但是算上好长啊，1+2+3+4+5+6+7+8乘以0+7，哼，这难不倒我。先算乘除再算加减，括号里的答案不管是多少乘以零都等于零，所以我只用算0+7就可以了，答案是7，我可以吃。所以我就变这么大了，这次我一定会拿第一名的。宁宁太厉害了，得吃多少星球才能变得和他一样啊？不行，我们不能放弃。我也不要放弃。哈，我刚刚可是看过了，附近都没有其他的黄金星球了，他们肯定没机会了。哎呀，我刚刚在那边又看到一个黄金星球呢。什么？我这就去。先让我算算等不等于7。哈，再犹豫就来不及了，我刚刚看到乐乐也要过来了。什么？好吧，我吃。啊，我怎么变小这么多？上当了吧，真笨。什么？可恶的牛牛，都怪我自己太着急了，完了，这下肯定要输了。我吃，我吃，我吃，积少也能成多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哇，梅梅，你变得好大啊！什么？梅梅竟然变得比我还大了。游戏结束，我宣布，这次比赛梅梅第一名，乐乐第二名，宁宁第三名。伙伴们，你们也要记住，坚持就能成功。我们下期见。